我是上帝，你既然投胎到危险的泰拉大帝，作为补偿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那就给我一个高情商、高智商、高颜值的完美伴侣吧。哈，这当然没问题。不对，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那么，代价是？在意这货的人可能有一点毒。多少？普瑞塞斯，前文明时期的存在，曾与博士青铜手足特雷西亚、萨卡兹的魔王皇女、魅力拉满改变博士、小阿米亚、现任魔王兼理老板博士与大帝最初的锚点。停！到底有多少？你会去沙漠里数沙子吗？这也太多了吧！哎，你是开服元老啊，你的优势很大。比如说，你会抓住博士的胃，做很好吃的胡萝卜派。只有这个？你会与博士有一段完美的旅行。那还差不多，只不过记忆被删了。你根本就没想帮我吧？现在不是记了吗？是的，但他记了不等于他不能上岛。上帝，我